哎呦我去妈呀，我错了，我在吃狗药，哎我的妈，我药没吃呢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黑神话悟空啊。好吧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哪儿呢？紫云山的千花谷吧，叫千花谷啊，我头一次来这儿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好像是个精英怪啊，我能下去吗？我先撤啊。干嘛呢？我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呢啊，我的什么法力啊气力啊啊都没恢复呢。 OK， 再来一次，走，干他去啊。前面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是吧。你是个啥呀？哎呦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树精吗？这是放毒啊，你别动了，你揍他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去，不厉害呀、啊、这呀。来接我一棍。哎呦我去，定风柱存棍他不动，我去的，这怎么下毒啊。哎呦我去，我是隐形重棍流啊。你干啥呢？你玩呢你啊？死了，躺下吧。你俩是个什？好吧，树精给他收了啊。他是干嘛的？青冉冉，这个好像是个挺重要的东西。采集。哎呀，这不是香藤吗？做那个升级酒壶啥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毒炮都没用上啊！你这啥玩意儿？好吧，给他打死了啊。嗯，那咱们再回去吧。我从这儿走还是从那边走啊？我瞎溜达溜达。Hello， 你要干啥？是真烦，蘑菇精。我打死了。哦，好吧，这个水塘能下去不？下不去啊，我就喜欢走这样的岔道。纯棍蛇精，我打没死。这又是个门，溜达溜达啊，这路啊太多了。哎呀，树珍珠，你要干啥？猴子猴孙打死他。这墨迹，借我一棒。死了，这又是哪儿啊？哎，移形换影，我先把他打死啊。哎，我打他去了。我去，有人放箭，看到没？我中毒了。哎呦我去，旁边有个放箭。哎呦我的俩奶奶的，我炸死你！这都没炸死。哎，喝呀喝呀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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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！哎呦我去，这鬼地方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走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有人？什么鬼呀、啊？穷棍蓄力，我打你干啥？哎呦我去，那边还有放箭的。哎我去，去你的吧！哎呀，这还有精魄呢，收啊！那个蛇也是啊，蛇胃药。哎，我看我能不能挡着这个毒啊？来来来，我挡个六啊，我挡啊！我非打死你。这又是哪儿啊？哎呦我这地方真大，咱们带着那个抗毒的呢啊，我能上去揍他不？上不去啊，我上来了。哎呦我去，给我踢来了！待会儿啊，我看我能不能卡上去。来，下来。你干啥呢？这又是哪儿啊？小花拿一下。好乱啊，这还有个路呢。啊，咱们先探探图啊，这没了吧？没了啊，这有个山门，我往回走啊，这有个树精。哎呦我去，这都能打斗啊？咱们带了抗毒的吗？真完呐，带了一个啊，那也不行啊。纯棍，蓄力，给他一棒。我去，他招人应该是啊，来吧。哎呦我去，大耗子，我去，拉他。你干啥呢？这是那个咱们来的那个地方吧？应该是啊。炸死你。 OK， 树珍珠，别告诉这有路啊？没有吧？没有啊，大概了解一下啊。这里有池塘，有池塘不会有蛤蟆吧？啊，我在水路这边再溜达溜达啊。有灵力，收。哎，咱们慢慢玩啊。小花，收。跳，这就是碰上那个树精那个地方吧？应该是，那边是桥是吧？这还有个庙门。哎，那个土地庙啊，指引我呢是吧？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这么探图是有好处的啊，省得你哪儿都找不着是吧？他们说你去什么什么谷，你根本都不知道，绕仙居啊。我调息一下吧，我的法力啊啥的都没了是吧。 OK， 上面还有个小蜘蛛，这是哪儿啊？毒敌大王，好像是他吧？他是不是就毒敌大王啊？ Hello， 你长啥样啊？得挨着我喝闷酒，瞅我是痨病啊。哎，行，可以，我看看啊，我做好准备没有？独狼仙啊，秦狼仙啊，没有问题。我的酒都泡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差不多可以了，我可以扁他了。哎，这有个宝箱，我们拿一下啊。他不愿意理我是吧？没瞧起我。哦，什么龙光贝利丸？咱们那个药啊，咱们弄一下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还魂丹能复活一次啊？这玩意儿我都一般用不上。哎，咱们一个一个来啊。第一个，哎呀，我得做点药啊，我回去一趟吧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做点药，回来我就来扁你来。
独敌大王啊，就搁前面呢是吧？咱们刚才不是弄了那个传送吗 ？OK， 咱们整一下啊，练个丹。我好些药啊，我做不起现在。我看看啊，哪个是第一个？这个好，给我做两个，行。然后还有啥？增加攻击力量，行，太多了。伏虎啊，来十个吧。还有什么玩意儿？获得棍士，随便吧，行。然后就是把这个药啊，咱们给安排上啊。哪个是啊？这个是两瓶是吧，撤出去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增加攻击力，是这个吧？就一瓶啊，攻杀完增加棍士的这个呗。行，好，走吧，咱们浅尝一下啊，尝一下味道，看看能不能干过他啊，有可能根本干不过是吧，有可能。哎，我把你酒给打了。我去，对，我就为难你咋地吧。来，小猴先揍他一顿。哎呦我去，揍他呀，还寻啥呢，我去，没打着吗？哦，打着了，打着了。小耗子，快出来打他！别告诉我这货他也有二段呐！揍他，揍他！我去，喷火，喷火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的，扎他！顶风柱，我药没吃呢！我去的！哎呦我去吧！哎呦我去，我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我再吃口药！我哎我的妈！我药没吃呢，喝口药啊！打他！来来来！我去我去我去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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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鬼，他快死了，把我给干死了，一套小连招。哇，毒敌你挺卑鄙，别告诉他有二段呐，二段我肯定打不过他，我药忘吃了。哎呦我你个妈，好像咱们那个毒也没放出来啊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我们的装备啊。扛毒扛不了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读这个，来个这个吧。这个好，小伙伴们，这个金钟义有用吗？一定程度加防御力，然后有个扛毒的，没有二段呢，那还好一点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我们刚才呀、那个毒放的就不对啊，是吧？先把毒放了，大哥，我放毒呢。对 ，OK， 隐身招猴 ，OK， 定身打他，揍他，揍他！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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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，他挂毒了吗？他没挂毒啊！我去，没挂毒啊！毒狼线对他不好使，他就是个毒物是吧？哎呦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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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他！哎呦我的妈，喝喝药，喝药喝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我，哎呀，这么乱呢？毒狼线对他不好使。哎呦我的个老天爷，这玩意儿就得试啊，谁都好不好使，毒对他没用，那咱们就得换一个套路了啊。那我拿个大头揍他也行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根据他这个毒，这个我得弄一下。你看这个金钟义真没什么太大用啊。那这样的话我看看啊，来这个四灾耐性啊，或者是这直接就是上暴击，毒的这个来一个可以，然后毒狼仙没用上，那百目真人呢？百目真人也行 ，OK， 百目真人，然后咱们弄一点药，然后那个用小耗，小耗子对他好像没有太大用，哎，不如那带那个猴了，我感觉是吧？来到这儿来，好，爆炸的没用的话，那咱们就得来那个猴了，哦，来猴 ，OK， 然后天赋重修这儿，咱们瞅一眼啊，猴现在什么也没有啊。我有一点，一点的话暴击加完了，那我加个啥呀？气血防御力已经是满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增加四灾的耐性，就是毒啊、雷啊、火啊，是吧？有一个每个等级稍微减少所有异常状态的持续时间，那来个这个吧，是吧？省得中毒没完没了的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一期继续啊，每天下午5点，晚上8点，欢迎在直播间等你啊，不要忘了来找我玩啊，好吧，不要忘了一键3连啊。